首奸、足奸，这三奸成为一条线，在一条线上，在一条线上，记住啊，因为你不在一条线上之后，你打这个中拳发散，啊，我眼睛瞅着你这儿，我打这儿，这力量上哪打去？我脚站这儿了，你往这边打，啪掰了。所以说，脚尖这个脚尖和这个身体的部位，这个啊，这个足尖和手尖，这一条线上，包括这个正中的一条线上，这个力量是大的啊，这个力量是相当大的。找正，外形的里，内形的气，一打出去，哎，这就可以它力量。相当大，力量相当大。另外啥呀？还有一个，咱们还得交代。原先咱们长翅，现在变成鸡心拳了，